我们刚才研究的问题呢，我想给学习者帮个忙。意思也就是说，我要介绍一个这个模型。这个模型看一看哦，它长得是这样。其实我是要用它来代表一个缩小的天空。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缩小的天空代表呢？因为你看一看这个动作，当我手水平伸出去的时候，手一直延伸出去，其实指的是天地交界，也就是我们说的仰角零度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延伸出去的最远的地方可以看得到天跟地交界，当然这样的视线出去，那边是不可以有房子或者有其他的东西挡着，那就会指着天地交界了。那我们说这样是仰角零度，以刚才我们谈的例子来说，假如这个桌子的这边是东边，那东边有仰角零度，同样的东北也有仰角零度，北边也有仰角零度，西边也有仰角零度，南边也有仰角零度。你看我画了一个圈呢，那我把手伸在背头顶的时候，这是指的仰角九十度。仰角零度跟仰角九十度之间，如果我把仰角从零度拉高三分之一，这样我大约指到了仰角三十度。仰角三十度在东边有，在北边有，在西边有，在南边有，各地都有仰角三十度。那如果我把头顶的仰角九十度跟水平的零度拉高三分之一，再拉高三分之二，这样我是指的仰角六十度的意思。仰角六十度，东边有，北边有，西边有，南边有。那么你再看看，我刚才连续画了几个圈，仰角零度的圈最大，仰角三十度画出来的圈就小一点了，画了一个圈，然后仰角六十度的呢，那个圈就更小了，仰角九十度就刚好到头顶。不就是这样吗？我手现在抓着的是地平圈的意思，这样的一个圈。我可以加一个底板，把它放在这个上面。这加了这个底板之后，你看，如果观测者在这个中心，他抬头看到的天空被缩小了，整个变成一个缩小的模型。那么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表示，这是北方、东方、南方、西方，那地平圈在这里，再上来的是30度，再上来60度，最后到这个顶上的90度。所以这是一个缩小的天空模型。你们这两位同学啊，刚才我们在研究的时候，你们曾经用双手比划了一下太阳怎么升起，怎么样落下，那中间有一些我们并没有找到一个很正确的答案。那所以现在呢，我就帮一个忙，你看我提供几样东西给你们，这个，这个刚才在介绍过天空模型啊，缩小天空模型，有这个数据表。这个数据表是什么呢？这个数据表是四季春分的、夏至的、秋分的、冬至的，这样四季的太阳升落的资料都在这个上面了。然后这里有尺标，这也是尺标，这也是尺标哦。然后这是图钉，这是可以用的投影笔。那这是一个宝丽龙的底板。像这样的东西交给你们，请你们用这些器材去组合一下，研究一下，也许你们就可以把刚才我提给你们的问题，刚刚的问题还记得吗？太阳怎么升怎么落啊？从哪边升起从哪边落下？升到最高点的时候升到哪去？这是我们刚刚要研究的问题吗？那希望你们从这些器材
去研究以后，能够把这个问题答案给找出来，试试看呢。